啊，自从被赶出来之后，每天都好累哦。哎呦，拜托，还不是因为你太懒惰，才被嫂嫂赶出来。不过没关系啊，你最近已经比较勤劳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还不是因为你比嫂嫂还要唠叨。靠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不要？为什么我唠叨？我唠叨是为你好哎，还是我唠叨？啊，哎，这个是什么啊？哎，那边的东西你不要乱拿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了，又没有关系。哎哎哎，你没有看到我圈圈吗？啊？什么？那是我很重要的。嗯，没有哎。刚刚那个，该不会就是那个圈圈吧？那你看。啊，那真糟糕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不知道，不过，哎，没有关系，虽然我家有点寒刷，不过我们家有个很可靠的水种。不过，有什么不过？等他帮你找到圈圈，啊，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啦。不过回不回天上已经无所谓了，因为我只想跟你在一起。我靠，这太快了吧？咦，那不就是？你的圈圈吗？没错，太好了，谢谢你。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回天上去了。吴江，感谢你多年来的照顾，我现在要跟子女一起回天上了。我在天上会想你的，飘走啊。黄道十五伞，要我除掉他们只是小差别啦，但是为什么要我去人间呢？谁让你这么碍眼？这种考验你不懂吗？啊？哦，是王母娘娘。对了，这边叫吴刚来见我。好。王母娘娘，你找属下有事吗？听说你之前在人间做了千年幻痴女啊，哼，真是好气壮哦。不。我们俩应该得到一个错误的消息，实际上并没有、啊。还想抵赖？你看他们成天那么一直黏在一起，又要害多少人被闪光闪到啊？只是玩狗，只是玩狗。你知道错就好。我要给你一点惩罚。我要你在十天之内研发出，没问题吧？是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累啊！没想到食物伞居然那么强。还好我已经除掉九个了。你在家里在玩什么啊？这什么啊？真的好好玩哦。这就是通气丹啊，王母娘娘给的，好玩吧？是啊是啊。哎，不过人间超无聊的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啊？回去吗？等我把牵牛跟织羽他们打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回去哦。嗯，好吧。嗯，那你要加油咯。我会加油的。那你回来啦，怎么心情不好？还好啊，只是刚去见了娘娘，从那边拿了一个奇怪的东西。这个怪东西是什么啊？听娘娘说好像什么玩具还是帽子之类的东西吧。不过我总觉得还是不要碰它比较好吧。哎呀，糟糕，怎么身体有变轻，好像快飞起来了。什么？嫦娥？好意。快快快，这么熟！啊，我在月亮上，我想念你的。嫦娥，可恶啊！织女妹妹啊，你今天想要去哪里玩啊？哦不，织牛哥哥，我今天想要待在家里，我想要织布。织布啊？那好吧，那我今天陪你在家里织布吧。啊，织牛织女，你们感觉真好啊！哎，你今天想要织尖还是织树啊？织树好了。哎，给你。
们闪光的确厉害哎，不过你们也是没剩没多久可以闪了啦。我现在就要把你们闪光给终结掉。什么？娘娘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你还敢说啊你？嘴偏完了，不知工作，你的才能被糟蹋掉了啦。哎呦，不要理他，我觉得他是在羡慕我们啊。你们敢小看我？好的。我说玉兔啊，怎么办呢？我觉得我好像做错事了呢。我是不是不应该帮翁娘娘做那个不死灵药啊？还好啦，其实现在这样也不差啊。现在这样不差？怎么会呢？你看现在到处都是那个恶心巴拉的娘娘巨子团。我觉得我应该要替这件事情负责才对啊。哎呦，不要一直想你做不到的事啦。这样讲是没错啦，可是你没听说过吗？一个英雄，他就应该要朝着自己做不到事情去挑战啊！哎，我有没有听错啊？他好像把自己比为英雄哎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已经决定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了。对了，在那之前，你可以帮我做一件事吗？这，难道你要？没错，你可以帮我吗？不要。哎呦，为什么？太麻烦了啦。怎么会麻烦呢？拜托啦，你是超级想的玉兔哎。好吧。